送走了57周年。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就是站在58年，我们要精进的这样的起点。天天我都对自己说，今天又过去了，到了晚上了，到明天了，睁开眼睛才能笃定昨天的86400秒完整的过去了。早上起来感恩过去的86400秒，今天的早晨我们已经开始了准备今天未来的每一秒钟，所以啊，感觉到我们赚到的是时间，时间可以成就一切。经舍里啊，天天呢、啊、都是用时间在精进，用时间为普天之下啦、啊、慈济人慈济事不断呐、啊、来呼吁哟。这都是呢，不管承担什么工作，无不都是呢为人世间。当然啦、啊、名称说为人世间，我都会跟大家说，其实还是为自己。广结善缘修行啊，如何成佛，就是呢要因缘具足才能成佛。那因缘要多久的因缘呢、啊、总是呢看你跟人接触的因缘，多跟人接触了，这个善缘累积的过了，这样的因缘菩萨总是呢要用心。世间呐、啊，总是世间、时间、人与人之间，这种三间呐、啊，要记得，我们呢都要很知福，有福呢成为人生呐、啊，还有幸的呢接触佛法。启发我们的爱心，这么完整的佛法在人间，我们真正的要把握因缘，不只是皈依佛法身呐、啊，我们大家更有福的呢，是走入菩萨道，这是名副其实的菩萨。过去呢，也许总是浊气很重，我们呢已经发心立愿了。大家在培训的过程开始就一直在过滤过滤，这样的事你可以接受吗？这样的规矩你可以身体力行吗？大家肯定自己，我愿意，我做得到，不受，没有人紧迫你，没有，是我自己欢心甘愿走入佛教来，佛教的宗门的规矩，那宗门规矩加上了慈济，这呢就是要把过去的习性啊、习气都要好好的过滤过。过去呢，也许曾经啊，人与人之间有不调和，那
要结好缘，所以回去了也可以呢，顺着回来这一回，你可以呢，跟过去跟你过不去的有摩擦的，你回去打通电话或者是赖一下，跟他们呢分享啊，啊，过去啊曾经有一点彼此之间的成见，也许都是我不对啊，向你说道个歉呐、啊，哦，这样的道歉也很简单，现在的赖啦也很简单，所以哈、哦，那手一指就可以呢，该弯是给过去的有冤恩恩怨怨的一个指头，总是呢写几个字，那就是解开啦。心安呐、啊，安呐、啊，这过去的结，也是呢，把自己的结也已经松绑了啦，也是解开了啦。这就是归还黑，归白哈、哦。那人与人清清楚楚啦，我们的账该还的呢，还了啦，所以。清清楚楚，所以叫做归，还黑归白，改了过去的，改了过去恶的习惯，那像可以如数，那是最好，如数啦，那就是爱护生命，这动物你都爱呀、啊，何况你对人能不爱吗？所以爱自己家人，爱身边的朋友亲戚，还要爱与我无关的人，有人有困难我还要去帮助他，这叫做爱，这就是清净大爱佛法，这一条道路一定是安全道路，但是呢，安全也要看我们有没有踏准，我们有没有开步走对路，所以各位菩萨，我们大家要负起这样的责任，我们要耐心用心爱心，接触到人啊，我们要表好自己的心态，人的威仪要跟人亲和一点，可亲一点，也许过去呢你们摩擦过了，现在我们要改了，过去呢这样的反目相视了，现在呢要顺眼，还要呢用的是那一份的关怀，或者是呢那一份的相爱的眼光，今天回来成就菩萨，菩萨回乡啊，回故乡去，还要呢去成就其他的菩萨，总是呢这样人度人啊，这从凡夫为菩萨转迷茫啊，为觉悟，这都是翻转人生啊，这我们大家感恩啊，感恩你们回家去哦，还要呢菩萨人间度哦，菩萨爱度人间哦，你们看到了苦难人啊，多发善心啊，我们的社会才能祥和，社会祥和天下太平啦、啊，那还会呢？这种气候呢会稳定啦、啊，要不然呢，真烦恼，这温室效应啦、啊，一定呢升高，所以呢，气候变迁啦、啊，不可抗拒的哈、哦、那样的变化，
我很担心，但是呢，灵方妙药总是大家好好的疼惜众生，那就是回溯，总是呢，一切都是从口，那我们也要利用口多说话，少分食，要多说话，少分食，那缓分呐、为素，这些最后的累积，许许多的话都说不尽呐、期待大家结结分缘，带着好缘回去。